帮帮龙出动，玩具总动员。谁把气球丢过来的？真是没礼貌。嗯，沙发那边出事了，赶紧行动！威斯，勇气力量变身！怎么有这么多气球？乐平，你看一下是谁在搞鬼？是提洛和德洛，他们还在充气球。乐平，你带路，我们赶紧去阻止他们。嗯，提洛德洛，你们快住手！是帮帮龙啊，居然送上门来了，那就尝尝我的气流攻击吧。啊，是纸巾，我有办法了。成功了。嗯，嘿嘿，啊，充气筒的气太强了，就算用东西堵住管道也会被气流冲出来，我们得想办法让气流变少。对，这个可以。乐平威奇，我们要反击了。居然躲起来，真是群胆小鬼。谁是胆小鬼？嗯，啊，我在这儿呢。嗯，人呢？原来躲在这里。怎么会这样？德洛，快认输吧。乐平威奇，我们来玩打气球游戏了。小朋友们，快搜索乐淘动漫，乐淘动漫来关注我们吧。喜欢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，还有分享哦。